然后不知道对方可能也写错了，那天也报备什么，写错两张支票，结果就跳到16号就写了这一张，所以然后就是22号就走，这张应该是废掉的，但那张底票没有了，给划掉了，看到里面在抽着的，这一张底票上面这个游戏我们上面抽着的。